我们的计程车要上来了，你看看，非常辛苦的，只有温度只有十度，结果他打赤膊，辛苦啊！你看，你看，坐的最有罪恶感的计程车。我们现在全部都戴防毒面具哈，来，我们现在戴防毒面具要下去一阵火山了，很毒很毒的，底下是蓝色火焰。太漂亮了，为什么要三更半夜来，你看看。仙草哥的比较贵啊，比较重啊，不够身体哦。仙草嫂坐的计程车哦，好棒啊，计程车哦，一阵火山的计程车哦。仙草哥哦，这个就拍死。仙草嫂，我晕车，计程车，我晕车，55688，我的是空车。你看我们现在三更半夜2点要上一阵火山，哇，假跳，哇，你看很辛苦啊，他们要用人拉，哦，啊，别讲要假跳，我给人家扛车，啊，谁那个人照眼睛啊？没有。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里是一阵火山呐，啊，我现在用走路的，哇，很累啊，很累很累。一阵火山，我没有坐计程车，但是啊，先用走的运动。你看看，人力计程车。你看多辛苦啊，这么辛苦的人力计程车要拖我们上去啊，啊，真辛苦真辛苦啊，后面还一位在拖我们，然后前面两位，我刚刚已经走了一段了，非常非常的累了啊，你看他们用人力推还更累，非常辛苦的计程车。这里是一阵火山人力计程车，两位在前面拉，一位在后面控制车子，啊，非常辛苦的。Yeah, 这边有一段平路，一段段而已，只有120公尺而已，再来就要又要爬了，很累啊。这么陡的坡，这么陡，啊，你看这么辛苦吗？你看，老板娘。加油加油，老板娘的计程车，这个坡你看这么陡啊，人家推得很辛苦啊，哦，你看，哦，哦，对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看，这么辛苦，哦，你看后面，这坡非常非常的陡，你看，哦。啊，你的路哎，啊，就开始。我的先空车，先休息一下哈。来了，我们的计程车。你看，仙草哥不好意思啊，坐的不好意思。我的是空车。五杠你啊。阿木牛。看这几十个啊，这辛苦的啊。累啊累啊，洗派单啊，你看老板娘啊，坐得很舒服啊，拍这个啊，哇，好陡，恁惊咯，冻袂掉，何况坐客人车，伊个脚拢会打滑的，对啊，那真辛苦啊，真辛苦，你看，哇，我都还一个人登山，上超级陡坡。可以看得到哦，这么陡，你看，哦，很累很累。仙草哥 hit 我，仙草哥，来 GoPro hit 我 ，hit 我。我知道，我关我的灯了。来，
哎，这家你的手机帮忙照啊。你看，天大哥来了，天大哥拍我，我在这边。哎呀，哎，你看，我空车啊。嘿嘿嘿 ，OK， 赞赞赞赞，啊。空车啊 ！Hello，OK， 赞赞赞赞！啊 ，Buenas noches, manita。不放哎！摄影师过来啊！摄影师过来。摄影师嘛，就忝的，走来走去。可能加卡手机卡片。哦，可能加手机无话加电。我又上了计程车了，这比较平，比较不会累了，他们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啊。你看他的脚都会空转，有没有？很滑，然后要人要推啊推，把我们拉上去很辛苦啊。这里是伊真火山，伊真火山的计程车 APP。5688都可以叫得到计程车。你看看后面三个人，一个人在后面控制，两个人在前面拉，好像印尼的水牛，有够硬的，有够硬，有够硬，腰受夹的，你看。连人要走路都有问题，他说计程车要拖，你看，这个是坐的最恶感的计程车。我有罪，我是罪人。啊，我们现在给司机问讲修休滚节哈，他们你看整身汗呐，好抖，给人家休息一下，真的很辛苦很累啊。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我们现在让计程车司机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啊，你看，他还扛一个木棍要上山了，啊，这么重呢，你看，多陡啊！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太热的。呀，太热。啊。让问讲休息一下，来，老板娘上车，上车上车，上车。OK。我们现在要上车了。啊。我的是空车，我先用走的。你看这多陡啊！你看，连走路的都嗷哇哇叫了，还说计程车。啊。辛苦辛苦的计程车。哦，你看，他拉不上去了，看，哦，辛苦啊，加油加油！我问一下，全身是汗，你看，这种天气只有10度而已，结果全身是汗，啊，啊，累死了，连我走路都受不了，何况计程车司机，啊。你看看，我们司机已经脱脱半天啊，衣服脱掉了。你看，现在你看，只有温度只有10度，结果他打赤膊。哦哦哦，扛凳扛凳，哦，辛苦啊！你看，你看，坐的最有罪恶感的计程车。先让问讲休息一下，那个问讲先休息一下，累了，非常非常的累啊，啊，哦，还要抬这一只 啊，你看，我们所有的问讲弄底下休滚哈，你看。要开始了，哦，哦，辛苦了，辛苦最辛苦的计程车，金牌坦呐，已经金牌坦，
哦，辛苦辛苦了。哎、hey, ，GoPro 去我啊 ，GoPro 照我啊。哦，可以可以，去玩玩啊。累死了，累死了。没看得到我吧？我坐三轮车了，然后可以去到北港大顶行。那行那细细的嘛嘞，摄影师哈，嘿嘿，你看嘛，啊，累死了，累死了，累死了。啊，我们的计程车，计程车，我的还是空车，你看看，我是用走的，让他们休息休息一下哈。啊 ，Thank you。陡坡，超级陡坡哦。啊、哦，你看，哦，辛苦了，三更半没，现在三更半没，大概两点半吧，三点。为了要去伊真火山看蓝光，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这种蓝光，一个在冰岛，一个在伊真火山。你看，哦，累啊、哦，辛苦的问家，啊、哦。来，谁看得到我吧？我都是用走路的。哎呀，哦，仙草哥是用走的哦，他的是空车哦。哦，没有问题哦。啊、哦，不给我们下车。啊、下车吗？不给我们下车。不给你下车啊？他要给我直送。直送啊，直送伊真火山啊，现在已经到了三分之二了，然后他们问讲休息个十分钟啊，你看他、啊、这边有厕所，还有很多外国人，你看他们用走路的，他们用走路上去啊，啊我们少数人坐计程车。我们现在你看中继站这么多人，你看那边那么多人，他们要上山了。Video， 我们现在在伊真火山三分之二的地方啊、哦，我们的问甲啊跟我们一起照相，他们很辛苦哦，全世界最辛苦的问甲，赞，谢谢他们，谢谢谢谢 ，Thank you，OK OK， 可以的。我们的计程车要上来了，你看看。非常辛苦的哦，计程车，那么，我的还是空车，你看，对，有够硬的，有够硬的，有够硬的，你看这么陡，还九十度转弯，一百八十度转弯。开始啊！哦，够惊，好陡哦！你看，哦，感觉到，你看，我讲打赤膊的，还打滑的，你看，你看，那鞋子，你看，妈，嗯，人，嗯。哦，这个这么陡，你看，哦，哇、哦，打滑，你看鞋子都打滑了，哦。本娘，老板娘，辛苦。啊，这冷，啊，那个我不得，辛苦啊，你看后面他们有一些背包客，他们用走的，哇、哦，还这么多人，三更半夜要上来，我的计程车还是空车。
哎呦，这车足离谱的走啦！系啊，足离谱的。OK， stop， stop， stop。I take a walk。老早下车了。对了，对了，对了。难问讲休息一下哈。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这个连走路都不太。走路都很困难的，你看，我们先让他问讲休息一下，辛苦的问讲，先让他们休息一下哈。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你看四台空车了哦， okay. 我们促进当地的经济啊、哦。那我们休息用走路的哈、哦，我们让你看，山下还很多人要上来啊、哦，亮晶晶的你看，你看那边一大堆人呐、啊，还有这边， no. 这边平路了哈、哦，有一段平路啊，大家比较休息一下。不会那么累。哎，都戴防毒面具了哈。包包要不要拿？哎，包包要拿哈。我们现在全部都戴防毒面具哈。嗯。手机上嘛。手机上嘛。嗯，是这边。来，我们现在戴防毒面具要下去一针火山了啊，很毒很毒的。人要下一针火山了。全部都戴防毒面具哦，我难看不哦。戴防毒面具哦，你看看，全部都戴，走走走，都戴防毒面具，你看看，啊，啊，我好走，我好走，我好走，哦。喂。你们全都，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他非常辛苦的，你看，他们上来了，上来了。OK， please give way。你看，非常辛苦的。那咱们去попробовать поднять。OK， 小心啊 ！Thank you, thank you。大雄，大雄。大雄，你妈呀，真好看不？没事。你跪着没姿势。是吗？我们下来了。哇，兄弟，好累，回家了。你看看，这么重，好可怕。我们可以暗暗的看到很多人了、哦，很辛苦的在爬，很辛苦。没关系，可以看得到上面还有很多人了、哦，要下来，你看。每个人都戴防毒面具啊。现在在看他们在休息了哈，嗯，在休息。你的，给了不要了，拜。辛苦了，非常辛苦。你看。快了。
Thank you, thank you. Open the sun. The fire is not good. No, sir. You got 蓝色火焰, 这么漂亮啊。 旁边全是烟啊。 蓝色的火焰，哇！我看有多少人呐、啊？来看蓝色火焰。蛋啊！蓝色的火焰。 我这冻没掉。 Good. Enough. Enough. Take some of the fire. Flashlight，flashlight，flashlight，哎，你看，等下，速度多少呢？哎，五页，这边一阵火山呐，你看，你看看，OK，OK，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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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ndong. Ya, suruh kendong, bang. Developer is almost. Almost finished. Angkat, angkat. Amos, Amos. Sekarang kita akan menghantar pekerja ke sini. Mereka membawa kotak ke sini. Mereka akan menghantar ke sini. Terima k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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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ma kasih.那边火山口一直在冒烟，你看，你看火山口还在上面哦，还有一段路要走哦，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呢，我们要上火山口了。哦，你看累死了。哦，很累很累啊，你看。先找找躲在那边哈。趴的跟狗一样。趴的跟，天刚刚告了，你看下面火山口，我知道。你看刚刚我们就是在那边冒烟，你看非常毒啊，而且那个水啊。鞋子下去就已经融化了，所以那个蓝色火焰就在那边。你看下面在冒硫磺烟。而且还有一个壶，那个壶是强酸，铝合金的东西下去就融化了，鞋子下去就融化了，人下去只剩骨头了。No, 非常辛苦。No, OK, thank you. Yeah, 你看，辛苦的。你老，长岛干，把家里穿。对对。哦。你看。哦。八方面去。Ya, sih. Masih marah lagi kesel, marah seker, misalnya kesel. Ada Surya lagi leh. Hah? Enggak. Aduh, ada Surya. Hah? Masih, ada yang ke Omi lagi, ini kan. Ada yang kaget. Kaget, ada yang. Pak. Hing. Dia tuh, dia tuh malah serakah. Oh. Ini kan.我们的水都累死了，那个100多公斤的硫磺哎，你看，它抬上来没有盖到哎。哦，嘿嘿。你什么时候买的咖啡豆嘞？别打野铁，就那些路还不能。长长的洞。好。一斤来着的呀，好了给。好。哦，对，好了。台湾来雄用哎 ，LKK， 快点，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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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大嫂，起码摄影，大嫂，哎，我带上哦，不，好，接待，按红点就好，哎，按红点嘛，来来来，手手手 ，OK，OK， 黑白，好了，这个单，哎，过年你别去辛苦，哎呦，是，哎哎哎，哦哦哦哦。我已经坐计程车了，Thank you。我现在坐计程车下山，上山我都用爬的，现在就坐下山，我脚好痛啊！上次来脚非常痛，痛得受不了。哇，好漂亮啊！要来拉硫磺的，你看看，来拉硫磺的，好漂亮的，你看，清晨，现在早上6点还没到，这么漂亮的景观，哎，下坡了，下坡了，下坡，这太美了，一累累啊，一累累了哈。幸好有计程车，不然就留在山上。你要坐吧 ？Hello。哈哈哈哈哈！这家你走，你跟哪鬼？你跟哪鬼？哎，你看我的计程车在计程车。
呀 ，OK。OK。这个下坡你看这么陡，你看，我们坐计程车，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哦哦，一冲哎，哎，问讲如果把我们丢了哈，我们可能就跳着直接冲到最下面了。好不？累不累啊？好累哦，好累哦，但是一生火山一生一定要来一次，来一次就好了哦，不要再来了哦，一次。谢谢啊，谢谢当地的朋友，谢谢谢谢，谢谢他们，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OK。梯队啊，他是金刚腿，真的，我们是铁腿。哦，这里这里，你是金刚腿。等下山了、哦，队员。我们想打坐的，换他坐哈。OK。你看，光我走路都快要滑下去了，他们还要推推车，你看，哇！用边冲的，用冲的，哦哦哦哦哦，救命啊！我要冲的，你看，哇哦！辛苦了，你看看。啊，不光不光。辛苦了，辛苦了。哇，来了又来，辛苦了，你看。加油。你看看啊。辛苦了，辛苦了。喂，我这边闹。行。现在下长坡、哦，你看，下这么长的坡，你看，车子一直刹车啊。我们的问讲如果敢放东啊，咱大家一日就到山下啊，稳死的。再走路下来啊，那我们的问讲休息一下。啊，这个印度啊，要个坐客人家宾馆一趟。好，我们让我们的问讲先生休息一下，辛苦辛苦。我八十不行，八十。好，没钱了哈。我们要进站了。我要转。给你刷一盘子。啊，这个，这个啊，啊，有钱，我有 license 的。现在没钱了，我们要当问讲啊。Thank you, thank you.